台资新台币11.8亿元，在高雄县大寮乡兴建的考南净水厂是在3年前动工，到今年中旬正式的供水。这个现代化的水厂每天最大的出水量是152,000公吨，全部的设施包括有原水、净水、送水和废水系统，并且设有中央自动控制系统，在科学化的处理下，水质完全合乎最高的标准。据澄清湖工业水厂的厂长陈连泉说，为了配合高雄临海工业区和饮用水的需要，目前每天先出水4万吨，以后看情形再逐渐提高供水量。